导演齐柏林日前坠机过世，电影公司出面说明，将在松山烟厂规划“看见齐柏林”展览，供民众来追思。而至于外界关心《看见台湾二》的拍摄规划，电影公司表示，目前没有进度。由于导演齐柏林不幸过世，灵堂设置在一滨附近的金宝轩会馆。对于有追思悼念心意的朋友，台湾阿部电影公司下午出面说明，灵堂还是以亲属为主，未来会在松山烟厂规划“看见齐柏林”展览，供民众追思。看见齐柏林的展览，这个展览的地点呢，我们选定的是松烟四号仓库，把对他们想讲的话，用手机录一段影片，然后这个影片可以上传到我们齐柏林的飞跃台湾 FB 的粉丝页。至于看见台湾二的拍摄进度以及是否有接班人，电影公司强调目前没有进度，现阶段以处理后事和筹备展览为主。齐柏林导演在我们心中是唯一的，他也是台湾唯一的，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齐柏林。我们觉得短期内很难有下一个齐柏林。电影公司表示，展览时间和细节还在规划中，感谢总统府折成文化总会协助申请展览场地，并且负担费用。目前有和府方讨论颁发包养令的事。记者陈嘉欣、张子佳台北报道。